他只要那一段讲不下去的情况下是他。叫做李文斯顿，李文斯顿他出生于苏格兰布兰蒂小镇，他的父亲是因为那个茶叶商人，他在布兰蒂小镇那个盖了一间茶叶店。他的母亲是一位律师的女儿，李文斯顿在布兰蒂迪小镇的纺纱厂工作了13年，因为小学中学都是念夜校，所以都在23岁才从高中毕业。生病的人，然后李文斯顿坐上一艘船前往非洲，从英国的港口出去时是非常晴朗的，到了大西洋。开始吹起了风，他那艘船的船长对水手是非常严厉的，只有对李文斯顿非常热情。前进寻找贝克文族的居住所在地，然后他过了几个月之后，他找到了一座山，可能就是贝克文族居住的所在地。他们的酋长被一族所打败，现在隐退在那座深山里。5000人的小镇里，然后却靠自己去帮助可怜的非洲人，我觉得他非常伟大。他也帮助那里的土著许多建筑，盖了许多建筑。然后谢谢大家。好。